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竹子，你们的竹子老师，欢迎来到我的 SM 教学频道。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跟我们平时拍的一些视频啊就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一个专门做 SM 教学的一个 UP 主。那从3年前开始，我们的油管第一条视频，一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将近给大家拍了有100多个视频，有一些很专业的，像 SP 呀，然后神父的捆绑呀，还有一些露出呀，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SM 的基础的一些玩法跟心理成因呀，还有就是关于 SM 道具的一些分享啊，总之零零总总的这些，但凡是跟 SM 相关的知识，我大概都有给大家拍过，也会有很多小伙伴来联系我说，哎，这竹子就是你的视频拍得非常好，说的也很到位，但是很多就是视频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一些小技巧、小技巧在视频里面说看不清楚，也没有学到，也看不太明白。那这个事呢，其实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这些人哈、啊、他多半是他有实际操作，至少也是在有这个圈您这个经验里面有一定经验的人，他才会明白我其实有些技巧没有在这个视频里面拍出来。其实这个事我是肯定知道的啦，不过大家其实要理解一下，就是我们毕竟是在这个油管这个社区里面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油管这个社区里面呢，它不光是有我们这些 SM 的爱好者，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和老朋友，所以有很多一些尺度的玩法我们是不好拍出来在油管发出来给大家看的。所以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教学和演示，那我们决定呢，在后期经常给大家做一些直播的教学。那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具体会按照每一次不同的主题来给大家做展示，例如 SP 啊，就是打屁股嘛，噼里啪啦。然后 SP 是它有工具上面的选择，然后你像一些细节的，比如说 SP 你在作为一个小 M， 我们在被打 SP 的时候，每样的工具我们该用一样怎样的体位才能给我们更好的体验，那这个是在视频当中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的，可是我们可以去看直播呀，那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给大家演示出来。还有就是什么露出啊、低蜡呀，还有甚至墙高啊等等一些调教的玩法，它很多都其实是不太方便拍的，但是你们可以来看我的直播演示。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油管社区对我们 SM 内容的一个尊重和包容，所以咱们也投桃报李，也不会在这里发一些很大尺度的一些裸露的内容给这个社区带来一些困扰。那大家都互相尊重嘛，我们也是内心非常感谢这个油管这个平台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们去拍摄更好的内容来展现给大家。所以呢，从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间起，那每周的周三还有周五这两天晚上的8点以后，我都会在麦麦 APP 给大家做不同主题的 SM 调教的直播教学和演示，欢迎大家来下载 APP， 我们的麦麦 APP 来看我的直播。到时候肯定会有，哎，这时候啊，肯定会有聪明的小伙伴要问了，那有那么多的直播 APP， 我们为什么非得去你说的这个麦麦呢？其实那我不得不直说了，那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 APP 其实都是不允许我们去做 SM 调教演示的，那包括油管呀，就 MAPE APP 呢，是我们西蒙之家特意为我们 SM 爱好者开发的一款直播 APP。 那在尺度方面呢，就是会稍微放开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 MAPE APP 可绝对不是那种黄播啊，你懂吧？就是如果说有类似于这种有暴露癖的这种爱好者呢，那我觉得来到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你们要收敛收敛，我们这里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直接暴露的这种视频出现的，好吧？那肯定就有人问了啊，那我应该怎么去下载麦麦 APP 呢？那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视频说明框，或者是说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置顶链接。下载以后也不要着急，请记住啊，大家不要着急，请记住，我会在每周的星期三、星期五这两天，每晚的8点以后给大家做直播。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王竹子。对了，我们的视频粉丝啊，已经涨到了10万粉了，很快呢，我就会收到那个油管寄给我们的一个奖牌，到时候我给大家录一期那个内容，这一期内容呢，会记录一下我这3年来拍视频的一些感受啊，然后一些经验呀，还有一些心得，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那大家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